不是，你也是这买可乐的自私吧？爸，你不知道，这里边有一个动人的回忆，我记得。哎，妈妈，有戏了，爸爸，好人呐，爸爸，爸爸，好人，爸爸，你有完没完来回说的吧？叫完我叫他，怎么不行吗？你叫我妈可以，你别叫他爸。为啥呀？我这个妈和你那个爸不是一套。来来来，去！我是不是继续努力叫？继续叫啊，妈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孩子，啥事啊？叫妈，快说！不是，哎呀，你还起啥哄啊？人家没叫你，叫那个妈呢。哎呦，他金姨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姐姐，太好了太好了！哟，亲家你也来了？我正好看呢。家里来客人了，咋不早点把我叫出来呢？把你叫上来能解决啥问题呀？啊，还解决问题？什么事儿？那个妈妈，你坐这儿。哦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就是我管他叫嫂子，完了叫哥，他不干了。啊。然后那个刚子管他叫妈，他同意了。啊。但是他不承认刚子他爸是他爸。